我们接着要来看向量档案在 A 里面会有什么样缩放的问题。各位，你应该很清楚，向量档案缩放、放大、缩小会不会失真？纪伟同学，你害我要瞪大眼睛，有没有？点阵会，对，但是向量不会嘛？哎，所以我们点阵图放大会很惨，马赛克，但是向量图不会。可是我们这个会不会？会。你一定会觉得很奇怪，哎，我也是向量档案呢，来，我找这个帆船好不好？好，你找到它之后，请来这边。你还记不记得我们说那个图层在这里有变形，有没有变形金刚那个啊？五大要素在这里，这里是不是有一个缩放？好，我们来试看看哦。我来从这边把它放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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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大。各位有没有感觉锯齿状越来越明显？狗皮有没有？哎，为什么会这样？明明它就是向量的啊。照理来讲，应该放大缩小不失真啊。因为你记不记得我们刚刚一直在强调 ，A 一在汇入以达吹档案的时候有没有做什么事情？它是不是先把它的向量转成点阵？因为当你用了很多向量档案的时候，要很耗 CPU 跟显示卡的资源，因为它要一直重新计算，所以它就先帮你换成点阵的。可是它原本帮你换的是你原本这个尺寸的，有没有？那你现在把点阵图放大，当然还是一样哦。所以怎么办？那我们就来告诉他，麻烦他这里，你看我们的讲义这边有没有这一列？这一列。有一个好像这样子，就是圆圈圈，然后太阳的那种那个图，这个叫做重新取样，有没有看到？所以你可以透过这个地方告诉他，某些你如果要做这种放大缩小的，你就直接透过这里跟他讲，我这个地方不一样哦。来，你看一下这里有没有这一行，有看到了，我把它按下去，有没有不一样？好，那我现在再来放大咯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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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没有感觉放再大锐利依旧，就差在这里。那你一定觉得很奇怪咯，那我干脆就把所有的通通都打开。各位，大家都有车，就是出门都塞车嘛，这样了解吧？因为你的资源是有限的，所以你就针对那一些你会特别有需要放大缩小的那些去做就好，其他不需要的我们就让它维持点阵就可以，这样有没有清楚了？所以这个很重要，因为如果你不懂这个，你的以达吹的档对你来讲就是点阵图，就没有用啦，安尼了解？好，所以来各位试看看。那你要留意哦，你要透过下面这个去做缩放哦。我们不是透过这个百分比去缩放，这个百分比是什么？显示的百分比。好，不一样哦，这个才是真正物体的缩放，这样有没有了解？好，这个地方麻烦大家留意一下，来给你自己试看看。好，你可以试看看还没开之前跟开之后有没有不一样，好吧？